中央嘅卡啦，做緊直播俾大電視同埋 Facebook 上面嘅朋友睇嘅。喺呢度先請幾位可以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。見到今日現場都有好多 fans 啦，你自己會唔會去訂票啊？現場的 fans 最主要是 Anson Low 啊，因為頭先我聽到很多人嗌盧漢庭盧漢庭咁啊，都有嗌你，有聽到。係咩？可能太細聲啊，唔緊要，下次你可以再大聲啲。但我多謝佢哋，有一班我見到很慘，所以影咗佢哋相，因為咧成日都見到呢個情況，就係咧佢哋好早嚟排隊啦，以為自己企到最前啦，點知咧因為有啲好多 cam 喺度咧遮住曬佢哋，佢哋好慘。我見到佢哋咁樣咧拎到牌好高，但係見佢一定睇唔到我噶，所以好感謝佢哋咯。聽講話有人已經尋日晏晝已經喺度排隊啦嘛，都辛苦曬佢哋。我不擔心的，因為其實我都沒什麼活動出的，他都是可能一年喊一兩次，所以 OK 的。我擔心 Anson Low 的粉絲會喊破喉嚨，如果有喉糖廣告可以預我，不要問為什麼喉糖啊，或者有些什麼得什麼定啊，那些我都 OK 的。